ソフィーは人気漫画家。最高の恋人を見つけて世界で一番幸せになった。我们帮小吧。总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的恶毒。被夺走的爱人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找回来的。新的恋情比旧的来得更繁琐。我们去碰碰。常瑞是台湾来的摄影师，这里很不熟的。你们还真挺熟的啊。已经决定什么样的不会改变。他不会。我想你知道姐夫不是这样的。一辈子都不会。リベンジするなら誰もが羨むハッピーエンド。ソフィーの復讐。There she is, the most beautiful.